肚子饿了。等一下，都有自拍感，要全班拍。那游戏有在哦，好。好像包我放到那里。老师今天要许愿，上课。你要先买。你知道我们班排在正前面。你要请三个人吗？快点，快点！许愿，快点！要讲出啊！讲啊！不要关我啊！希望他加成绩能多过他。第二个，第二个。用洋人起的啊，用你的手机啊，都来一些，会掉。要按摩的，你还没弄好，是的，拍照。哎，拿起来，向正中看一下镜，先帮镜头拍，对，先帮镜头拍的，这个镜头拿大一点，你要改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快点帮他拿光，要苹果肌。光呢？那个蛋糕的，这样抬的，帮忙抬一下的。蛋糕都放这里吧，蛋糕都放这里，还是要怎样？好，老师，不要抬起。然后看那边的，有没有爽？请问全业界中老师，你现在的感想是？对，好巧。等下再切到。又在问废话，刚刚应该是会说，请问你今天生日吗？再看回办公室，明天回办公室有没有大肆宣传说我们班帮我庆生？老师都没有留言呢，他吓到了，他吓到了。老师留言也只是因为数学教不完吧？真的冷缩也不是。好啊，撞到了。给建筑，我是天中给，所以要把那只一只，我给他的。你真的是快点拿，你现在可以开，你现在可以开。真的假的？要现在开吗？可以租，可以租，真的，现在开，对，现在开。我可以不要现在开吗？里面都是食物哎，没关系，就是里面都是食物。小女儿叫什么名字啊？开箱，耶！真的假的？那里面都食物哎。你有乳名呢？龙龙，老师的真的要现在开哦，然后你们真的水饺下铺，水饺下铺，还有个箱子，什么水饺？水饺，水饺，水饺，嘴角，你是包饺子？包饺子，那个，笑到心疼，那是食物，笑到心疼。会不会是箱子箱子箱子塞下去？哇！里面都是食物哎。刚刚我一直动。还有可爱的猫，小手猫的玩具，超可爱的。到底是买了什么？我买很多哎。是太闲了。一边拍，老师回家一路开，有什么就买什么啊。一二层。没有没了没了没了。他还买了什么？哇塞，这是谁喜欢都吃零食啊？画画超可爱的，那我也可以买佩佩猪。你没有做佩佩猪的？有啊，超可爱的，做两只。现在可以，可以了吗？
他不要那么自然。先拿，就拿在建中，拿在建中。等一下，我先撤退。在背面哦，里面有涂鸦，超可爱的。好，拍照。好，等一下拍照。他还没看完呢、欸。看完了，开箱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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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起来都很好吃耶！我要那一个，那个我昨天就订了，超可爱的。哇，那这个就大家等一下，你等一下先切给你吧，你要哪一个？先拍照，拍照，拍照。建中，你要哪一个？建中，每一个都切一刀啊！你要哪一个？每个都吃一块啊！吃哪一个？每个都吃一块。提拉梅，提拉梅，就每个留一块、啊。芒果，每个都芒果，提拉梅，芒果，芒果好吃。那有多的呢？有啊，啊多三多两就多两块，多就半一半留给建中啊。老二，你再去办公室啊。可是有多呢？对，多的对啊，就一半多两块，一半多一块。先切，然后多的就都给建中。啊。每一个都切成八块的样子。在一定会好好聊。八块也。硕林呢？给硕林切了。硕林超会切的。他那个脸。可以拍照。可以拍照啊。让他准备拍照。不要把它毁掉。他要姿势先站好。还没。